做一部我个人生活的编年史，我会选择文革的十年。在这十年中，我度过了我的童年生活，完成了青春期。在这期间，我给一个女孩子尹涛写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她在不知所措中把这封情书交给了老师。这封情书带来了巨大影响，改变了我以后的一生。40多年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有时我会问问自己，如果不是这畸形的十年，我今天的生活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记得当时那个老头把信给我，然后后来把信拆开，回家以后才敢拆信。把信拆开以后一看，心就开始蹦蹦蹦蹦跳。因为那时候第一次，那个时候 是你生活里第一次有人给你写情书，对，第一次呀。那时候男孩子女孩子之间手拉手都没有，是讲话都是很少，更不要说私下交流交通传信或者是讲话，这都不可能的。所以我而且父母又不在，文革的时候父亲给赶到农村去了，就是一直抄家斗这种的。1966年，我10岁了。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现在的北京还能找到当年这个巨变残存下来的一些痕迹。你好，阿姨。没事，我看看这个门。这些狮子给砸的吗？都给破了。结婚的谁不说呀？怎么些狮子剩一个了？这不是一个人打的啊？一打你问我咋个命都破49，让人给砸了。怎么说的？但这门它没动啊，这门好像它没说封子修啊什么的。没有，房管局也不修，都这么着的。那这个也好玩，文革的时候砸一个，那砸干嘛？就是啊，干嘛不把两个都砸了？是砸不动了呗。砸不动了。砸不动了呗。就是啊。记忆中，那年发生了很多很多我这个年龄的孩子无法理解的事情。
我的主要兴趣是和院子里一些大孩子们一起抓小虫子玩。社会上的动荡很快就波及到每一个人，甚至孩子们。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我试试开始了寻找，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当年教育界第一个殉难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长卞中云，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后来我下午大概是有四点钟了，我就从那个一个教学楼绕到后边去看他自爆，后边没什么人，我就看一个手推车，上面盖着那过去咱们很干净的那个厕所都有盖儿，就那个盖儿还有那个大扫帚，上面盖着，我挺奇怪的，因为我看底下露出两只脚来，我就过去了，我过去一看就是我们校长。他那时候已经大便失禁了，就是那个，但还没死。没死，我不知道他死没死。他那大便顺着那个车都流到地上了。嗯。一夜之间，真是祸从天降。这是一个幸福的六口之家。你看，当年他们都很年轻，孩子都那么小。妈妈去世以后，他们在家里做了一个灵堂，这个是一个柜子，这是两个柜门，他们把东西关在柜子里边，把妈妈的骨灰关在柜子里边，等没有人的时候他们可以打开，偷偷有人的时候他们不能让别人知道。然后他们哭都得偷偷的哭。对，然后后来这些孩子就陆陆续续都到外地去了。我们这个学校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这个学校1918年成立的，49年以后，就是共产党执政以后，他也有很多的，就是很多领袖他们的女儿就到这个学校来上学了。就是这么一个学校，有那么多人家庭很优越，而且个人受的教育，家庭教育应该也是最好的吧？对。然后学校的教育也是最好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校长给打死了。我最近在网上找到我们学校那个博客了，然后他就找到了我们学校还有其他班级的博客，这样一下子就兜起了好多事儿，包括那个校长死的事儿。我不是写过我们烈日下的集体谋杀，我说应该有人站出来。我说的站出来其实就是你站出来，你哪怕向人死者家属道歉也行，你当时你谁踢过校长，谁打过校长，你现在难道不应该向人家去道歉吗？并不是说要拿你治罪，治不了罪了，对吧？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是16、17岁的小孩子。可是我就不明白，反正这件事情真是没办法说。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我走了很多地方，无论在哪儿都没有找到一个能站出来的人。王俊尧写过一个文章，就是他提到里面就说在66年8月5号6号，可能是8月4号5号6号，或者是5号6号7号，就有三个他的这个包括他老婆了，就卞中云是他老婆了，然后是就是跟卞中云王俊尧都非常熟的，就是我父亲叫刘克林，我父亲是8月6号，卞中云是8月5号在下午在师大礼服中被这个红卫兵活活打死。胡杰，一个纪录片导演，他关于卞中云之死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使得一个大型电影节中途夭折。通过他热心的帮助，我采访到了卞中云的丈夫汪京尧。地方太小，对，行，您坐，您坐，然后他们才坐。
你看，我觉得他这里讲的挺好的。你想，你已于1966年8月5日早上，默默与你握手诀别的妻子一起，进入了历史永恒的视线。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一看就是个年轻人写的，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哎，他都不知道文革，但是他看了以后，我觉得他们对他们的触动就是很深。嗯，所以我觉得他写的挺好的，这是一个电影的搞电影评论的人，嗯，写的挺好的。这一代人，这当初为了民族独立参加抗日战争，而且是投奔共产党，因为当时的共产党毛泽东是高喊民族解放、民族自由的，所以许多的热血青年都是为了民族独立同这个民族自由参加革命的。我们就没有料到1949年以后啊，出现这样多次的这个政治运动。是遇难的第二天啊，你买了一个照相机，对，都拍下来了，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了。对。啊，那您怎么想啊？当时，您觉得这就是罪证，或者是？我是记录历史。当时您就有这种意识？我没有意识，我去干什么呢？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暴行。都那样，就是反正我们做教师都害怕，当时都害怕，害怕可害怕了，那简直不知在什么时候、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也不论那个，当时就把你揪出来了。那时候可严重了，弄得大家都非常胆怯。动荡在不断的升级，牵扯到的人越来越多。40年后，从颖涛的叙述中，我知道，尽管我们当年互不相识，但我们这两个年龄相仿的孩子，竟有着大同小异的遭遇。他们刚开始，嗯，因为我爸爸那个时候年龄也已经比较大了，嗯，所以他基本上也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但是像他这个级别是没有什么退休没说的呀，但是他们就是强迫他退休，嗯，
我妈妈就觉得我那时候那么小，又是个女孩子，一定是会想，一定要跟爸爸妈妈走的呀。那时候还不能独立，大概会想，想他们。嗯，我也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心里怎么想的。我说不，我要想留在北京。我有一种模糊感觉，只要我能留在北京，就有希望。嗯。厄运很快地降临到我的家庭，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的童年生活也很快结束。大了一些的我，那时经常会听到一些残暴的故事：某某某的妈妈死了，某某某的爸爸自杀了，某某某全家被赶回农村去了。记忆中的暴力常常是伴着一种仪式性的欢快而来的。就是说文革发生以后呢，就是这个里面关系，就是说姚真呢他是彭真那条线、啊、这里面就是说当时我父亲跟姚真呢都是在钓鱼台写文章的，就是说在钓鱼台有一个小组叫做中央反修小组。中央反修小组呢就是说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在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跟苏共他就是现在讲话就各自表述了，苏共认为他是列宁主义，中共认为他是姚真在66年7月份就自杀了。自杀以后呢，这个事情就对我父亲冲击很大，可能不到一个月他就从他那个办公室5楼办公室跳下去。8月6号的中午我是在家里，我父亲也在家，当时下着雨，父亲做出一个反常的举动，他就把一摞那个工资把钱给我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叫做凄风苦雨，然后这个他就去上班了。到了差不多下午7-8点钟的样子，比我可能大1-2岁一个小孩，他在敲门，我开了门以后他脸色木然，他就说了一句你爸死了。当时我听了这话，我就是有一种就是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感到这种恐怖，就是一个就把我打懵，我就一片空白，就没有任何反应。当时的表现就也是中国当时那个体制里面，就是说干部子弟比较普遍的一种反应，就实际上就是对悲痛的压抑，然后麻木，然后还有某种这个要划清界限，这种反叛，还有这个等等这些。很复杂的情绪，就是说很多干部子弟有这种我们家这种经历的人都没有掉泪，更不会嚎啕大哭。当时就通知我妈妈，我妈在宁夏时间通知她就说你丈夫病危，然后就说你马上从宁夏坐火车赶回来。但我觉得我妈妈在接到中宣部这个通知以后，她已经知道了不会是什么病危，肯定是出事了。所以呢，我记得他回来以后就是上楼啊，然后推开我们家的门进来以后，第一句话就问爸爸呢，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回答，就是说我就是他回来的时候，他那个眼睛那种绝望那种我还是现在还记得。那么他从这个走廊进来以后，他就到客厅就是中宣部，就坐了一屋子中宣部的那些什么歌友会的事，乱七八糟的坐的，然后就向我妈妈解释，说我父亲这个举动是叛党自杀，因为共产党员不能自杀什么等等。你们这一天就没见你父亲是吧？当时问我大姐要不要去看这个尸体。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共产党的逻辑，他是一个叛党自杀的，就是说他是所谓就敌我矛盾了，敌我矛盾就是说要划清界限。大概我父亲这个事情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这类出身不好的孩子都能体会到那种强烈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
弥漫在我们全部的童年生活里。父母亲批斗啊，小朋友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玩，有的就是勉勉强强表面上和你玩，但是就背后总是要叽叽喳喳的，这样你可以感觉到你讲。所以像我这种情况，我就觉得好像整个世界，就是整个世界都颠倒了，变了。随着暴力的升级，大人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可是我看到的这些，既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吸引着我。长大成人以后，我慢慢地开始懂了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我找到了一个默默地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这个中国唯一的红卫兵墓地，它很奇怪地得以保存下来。当年为了彰显自己这派的死者是烈士，两派都争先恐后地加高墓碑，一个无辜被枪杀的妇女也荒诞地夹杂在他们中间。母亲叫黄培英，黄培英生于1928年，死的时候才30几岁，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带着两个还未成年的小孩。当时把我母亲打了以后，我看到母亲中弹以后，我扑到我母亲身上，子弹是从这边穿过去，她从这边穿过来，我母亲这枪从这个点大概离我母亲看500-600米直线，从这里穿过去，从坡山上打下来，从这里穿出来。然后当时一中弹以后，最后他们是我母亲倒下，我就看我母亲中弹以后，我就叫撕掉我的，我们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老百姓，我们有意识的穿的都是白色的衣服，因为作战的他就穿黑色的或者穿军色的保护色的，我们就穿白色的，表示我们是老百姓，和平的老百姓，逃难的老百姓，让他们知道目标更显著，让别人更知道，那知道他们滥杀无辜。然后我母亲打到以后，我就把衣服撕下来跟我母亲堵血，堵不住，然后我就这个时候他们就用机枪127高射机枪对我们进行用机枪扫射，打的这周围全是土，打的我又扑到地上不敢抢救了。后来我就跳起来就跟他们会衣服，就是我们是老百姓打的人呐、哎、这样他们又用机枪打，后来我弟弟打到海啸土里面，所以是一个非常难以忘怀的一种悲剧，非常残酷，现在回忆起来使人都感觉非常难受。这一枪实际上是当时的穿过心脏了，只是我母亲眼睛往上面翻，死死地盯着我，就会可能有很多想法，大脑可能很清醒，就望着自己的孩子还没长大，5个呀、啊，我最小的弟弟才5岁，还有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加上他4个，下面还有4个。你想一个母亲看着孩子
抱着母亲就这样断气。您是重庆本地人吗？是。您发生这事情的时候，您多大了？我那阵是正年轻的时候，二十岁。二十多岁。那我问您的时候，现在这事儿已经40多年过去了，您现在觉得文革是怎么回事？文革那个，我说他那个是权力之争，在鼓，把那些老百姓愚弄起的。那您觉得这些人现在死了有什么价值？没得价值的，点儿价值都没得，把老百姓整了。要中国的那个起码要退几十年。您觉得中国怎么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避免了要搞民主。我都是说现在中国的民主太少了。像那个是把下面蒙到去整整。好，就这个地方到了。我母亲倒下的地方，现在那里起了房子。这就是公厕，一直修到那个山头。这就是当年被子弹，高射机枪子弹打掉打的残留下来的弹着点。哎，熊妈，还认到我哈？哎，当时，我妈妈打死的时候啊，当时你好像是在脚底下个院子头哈。哎，我在院子头。当时你看到的情况是啷个一个情况？你当时在做什么？躲难。躲难？你当时也是？两边的枪支都打，那里早晨差点我娃儿打死，我都跳在脚底的。哎呀，硬是哭的人，我跟你说，你们都在远去哟，哭的人硬是多得很。都哭了。啊，你想嫁个人让你哭哭嘛？前头一个娃儿坐起，后头一个娃儿坐起，当中一个妈都打死了。那个侄儿是可惜儿子啊。你当时多大年纪？年轻得很噻，那还20几岁。现在你怎么想这个文化大革命啊？现在你觉得？文化大革命是人那个得很，哪里还得信得那个人是？我最样子那个文化大革命不晓得是哪个发起的，真的。我老母亲还得很惨。死的死，伤的伤。为啥子嘛？死的是伤。晓得为啥子啊？为文化大革命噻！文化大革命抓子要搞那个文化大革命嘛？你说哈儿看为啥子要搞那个文化大革命？我也不晓得为啥子，我问你嘛，为啥子？哈哈，你问我，你只是那个刚都不晓得，我还晓得啊。和马个队长，我马队长现在叫光子仁，光子仁还在。好，都把他们两个，都是我马队长那些，都把人弄到那边的房子，这道嘛，就这道嘛，队长。哎，那都是我们几个的嘛。都把他们两个弄到那边来，这道。你说那个队长叫什么名字啊？叫光子仁。光子仁现在还在不在？在，现在还是坐他这儿。还住到的啊？你们逃难拿起这枪那点了，都还在。还在，那个不还在？那个不还在？还在。哎，老叔，你是在一这儿住的啊？光子仁，你就是啊？你就是光子仁哈？你们一直住到那里吗？你还记不记得40年前？你还记不记得40年前有个女的在那儿打死了？打死啊？兄弟啊？哎，你那两个娃儿的是我们两个？哦，是你们两个头。哎，当时那个是娃儿，当时那是个年轻人。哎。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哎呀，谢谢你。好，又见面了哈。哎，又见面了。当时那个你喊我进来，进那个房子头的。当时那个房子是谁的房子？不是。那个是个瓦房，我记得。好像转过来了点点。哎，对，转过来了点。啊，我有点印象。那边是一根田坎。哎，对了。
打死哪个他们都睡在天坑高头。哎哎，当时是你喊我们过来，你就崽儿的小崽儿的快点过来，躲到你们那儿来。听到枪声噻，听到枪声嘛，干那个枪声都是打人嘛。我们还在那喊了一阵，喊高头。有拿机枪教我们，哎、我们躲到个院子。当时我记得那个屋头是进来，我们就躲到个门口。门口他朝我房子打了几枪。哦，这个房子那一年嗯打很多爷爷。对头。那有一个人走马路上刚刚上回来，走在跟上的，走到那个门口跟上，砰的几枪把门都嗯那个房子打烂了。嗯。哎呀，那个时候这件事已经过了40多年，您怎么看呀，老哥？那个说不清楚，那说不清楚。当时那个时候，两派都是保卫毛主席，对对说清楚。还在房子住哪年？哦，你原来个房子，原来的房子在哪里？你好，你好。哦，那都在黄果树过去低的嘎嘎。哦。啊。哎。青春期莫名其妙的来了，颖涛比我大两个年级，当时只要一想到这个名字，就会让我血脉奔张，心跳加速，初恋的感觉是那么的让人晕头转向。我犹豫了很长时间，终于拿起笔给他写了我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说我当时在这信里面说了很多对那个时局的看法。对，对，这你有印象吗？有印象，在当时看来相当激励的语言，相当敏锐，相当就是触及真情的语言。在一片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我记得我听到过一支歌，它显得那么的不同，不久就听到了这支歌是反革命歌曲的说法。40年后，我在南京找到了这支歌的作者任毅，知道了这支歌背后那些惨痛的故事。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浪金古城，我的家乡。咱们去那个，行，去您铺这儿那村儿，可以啊。哎呀，啊，这乖，哎呀，还想家都跟谁啊？我的是，我就坐后面。我那就没得没得眼镜，我听你拽快的，我来学一块的。这个。哎，我的是从头到尾他们都知道。
抓你那天晚上你在他们。嗯，这都要晚的嘛。晚到好晚以后我走，我来说心神心神不定的。就这个房子。来，就后来出来的。就断了。来。就在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就是。这现在。这个地契，这个地契。你拿这个地契。啊，当时。我房子就在这边。你拿这个。他的房子就在前头一点。嗯。哎，对。哎，那天夜里面讲了说十一点，下小雪，那个警车就停到那个桥那边。这个拐弯子官司，从这个巷子就是离往一样，离说这巷子我自己给你，进给你，秘密的，来两个公安冲的是一，对一，戴着口罩是吧？不，都戴口罩的。那个手电筒把那个墙照得透亮的，还有我门一下就过去，还有民兵。但是那时候那个文革五位还没命，文革五位，哎，两个那个公安穿的那个雨衣，那个手摆在口袋里，一边大概是手枪，一边是那个手铐，那个手铐就弄得嘎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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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进去以后就问你是不是你是仁义啊？我是仁义，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们走。前后给三分钟的嘛，给他三分钟。然后是有那个公社的他妈一个王必秀。他妈的，把我那个琴拿下来，哎，那吉他，那吉他拿下来，他妈的，这是他的犯罪工具，嘣一下子撇到了。我然后上去把他书包一折，我就带了就走了。他很明显，他老子是很明显。三分钟啊，真是三分钟不到就带走了。当时我和家属还有那老头子还有老太太就讲了，人一杀头肯定是跑不掉了，因为他这个印象贷款，莫斯科人民管不定他，台湾管不定。美国那个叫美国之音，都在放他的人，他这个是肯定这大事跑不了了。你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执行当时这个毛泽东当时讲的话，广阔天地是大有作为，你把农村变成贫民的一项啊。第二级就是讲的第三层讲，相信把赚进的名利一定要回来，就是资本主义一定要复辟，你要复辟，要盼老蒋回头，背头批，我不搞公社，就天天要对这个材料批判。所以这个记性呢，就唱的当红了是唱不好嘛，但我的词基本上都记得。告别了妈妈啊，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一再如青春的使者，一去不复返啊。从这儿望过去，应该满山遍野的都是桑树林。现在桑树林都没有了，这个监狱也就不存在了。据说是90年代就荒废了吧。没有会想到自己也能够站在这个岗亭上面朝下看啊。从70年我到这儿来，应该快40年了。40年过去了，一切好像这儿还没有多大变化，唯一的就是监狱没有了，老房子还在，当兵的没有了，干部也没有了，漫山遍野的桑树已经作为了普通的良田，而当年的我还在，对，当年的我还在啊，也没会想到会有今天，毕竟一个时代过去了。那个时代啊，我诅咒他，我的大好青春都在这里荒废过了。对，我就是写了一支歌，但这支歌是闯了惊天大祸。当时毛泽东领导下的那个四人帮，其中有三个，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都为我那支歌下了批示。因为在那个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不许有另外的东西存在。我只是说了我心里面想说的话，对上上下下运动表示了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疑义。我热爱我的家乡，我怀念我的过去，我展望我的未来。就这种事情，
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1970年6月5日，我就被当时的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判了死刑，并且死刑判决书已经下达了。就是说，这些人判死刑的说，就是现场就枪毙了，是，但把您铐着陪到哪儿去？我总共被批斗了148次。南京市的每个中学，所有大的体育场、万人大会，我都进行一个批斗了。第一次的时候您还记得？第一次记得，第一次是五台山体育场的万人大会。嗯，哎，批斗。第一次是最紧张，最紧张。当时一共是12个人，哎，12个人，批斗场面很紧张。然后批斗过了一次，就台上就是喊口号。对于任意这种现行反革命，我们是不是应该杀？底下一条声喊杀，就这样。最紧张的一次就是7月31号，一共是25个人，回来只有我一个。拉过去以后，然后一个一个的就开始枪毙啊，两人加一个，有好多人已经瘫了，到了快，基本上是被拖着走的。每人一边压一个，基本上有些人就是完全丧失意志了，有的人已经被打昏了，对，拖过去，一枪打脑袋、打胸口都有。打过以后，他把两人拖过去以后，第三个人只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把腿一蹬，一个扫男腿，人就当时扫趴下来了。他后面顶了一枪，嘣一枪就手枪就走了。这走一走，十几个人就瘫在那个地方，都趴在那边脸朝地啊。这时候来了几个法医，穿着白大褂，手上掏到一个钢圈，就像那个指挥用的这个指挥棒一样，拿了手上就这么转。上去以后，带着听诊器听看有没有呼吸，有没有心跳，哎，如果有呼吸心跳，手一转没事了；如果稍微有点心跳，那个钢圈就对着那个枪口进去，就这么绞，绞过以后再一听没声音了 ，OK， 走。那您当时的，我都吓死了，我在监狱里面几次夜里面都叫别杀我。每年我都有2次探亲假，在任何人出门都需要介绍信的年代里，我小小年纪一个人上路很受人羡慕，路上吸引了我，路上的所见所闻都让我产生了一种对文革的深深的怀疑，我把这种怀疑都表达在这封今天已经无从找到的寄给颖涛的情书里了。当时我接到你的信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我就觉得我们是就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知道要是什么人能把我从那么好几百个孩子里捡出来，那一定是就是心里头一定有很强很与众不同的这个思维方式呀。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也来自阅读，那时除了毛主席的著作以外，几乎一切书都是禁书，我们到处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书，如饥似渴，偷偷的读书。我们幼稚的与众不同的思维让我们急于表达，但是在那个全中国人们只能用一种表达方式表达的年代里，发出个性化的声音是必须付出代价的。68年我上中学，我记得刚上中学不久，就是我就参加过一个大批判会，就是批判反革命分子叫刘自立的一个人，他当时穿着那个一身那个囚衣，就是监狱里边的衣服，我记得是那种深灰色的，然后他带着一个脚镣来的，带着手铐和脚镣，那么就把他压到台上，他剃了光头，然后那个底下一喊口号说，
让反革命分子刘自立什么示众，一说示众呢，就让他把头发把头扬起来，可是因为他没有头发怎么办呢，就抠他的眼窝，就这样抠他的眼窝让他抬起来。那么在那个批判会上呢，我就是发言者，我就在会上批判他。那你当时是红卫兵了已经？对，就是红卫兵嘛。徐晓他们是不是记忆有误？我觉得我好像没带脚镣，我即便带脚镣也是那种很轻的那种。当时我就是剃光头嘛，就是说犯人都得剃光头，然后有些人怎么把我给就头给撅起来什么，一会儿又摁下去啊什么，这些都没有能触动我。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批斗完了以后。批斗完以后把我这个塞到这个警车里去，然后我就看到我这个，我忽然发现我的姐姐和我的小妹妹在这个跟着警车跑，但是我也不能做出任何表示。我觉得这时候就是对我产生很大的触动。然后我姐姐跟我妹妹就跟着那个警车跑，一直到他们追不上。这时候呢我就心里特别难受，我觉得，但是我又不能够喊他们俩的这个叫他们姐姐妹，不能叫，因为我一叫他们俩可能会受到威胁。我就是说，当他们俩在这个警车后面奔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这个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就认识了，那么后来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朋友，就是我们回忆起这一段就说是非常戏剧性的，就当年我曾经在台上批判他，那个时候我对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没有认识，而刘自立在那时候他已经在开始反省，因为他贴了大字报，他提出对毛的质疑，对文革的质疑。我觉得就是说文革应该朝着这个绝对平均主义这条路走，那么我就这个思想我一直可能持续到了六九年七零年的时候，我都是认为说我的文革观就是追求绝对平均主义。那当时我认为这个干部阶层里的这个像德格拉斯说这个新阶级已经形成，那我当时就提出了这个在大字报里写到这个观点，就是说就我写大字报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万岁什么诸如此类的大字报。我的观点就是说呢，马恩列斯都不是贫下中农工人阶级出身啊，我说列宁本身他就是一个，就是说列宁本人说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这个身份，这个现在叫 ID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这是列宁这个书里面这么写的，就是说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出来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然后用它来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这是马克思主义整个这一套，而不是说工人阶级本身能产生出马克思。他列宁说工人阶级本身只能产生无政府工团主义，那么就说呢，这就成为我后来一个罪状。他就问呢，就说呢，你这个攻击毛主席的出身，说你这个想到后果没有？东城分局三个月以后就把我转到这个半步桥的这个是十四处还是十四处吧，就是北京市第一监狱。北京市第一监狱。哎，我给你打听一下，这儿从前是不是监狱啊？对，北京市第一监狱是吧？哦，对对。现在监狱没有了。没了。拆了。拆了，搬走了。搬到哪儿去了？搬到丰台去了。把信拆开以后，当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很 nervous， 就是呀，然后就是这个信的80%的内容都是当局对当局的不满，那个，而且你可以
感觉到这个字里行间都是那种气愤和那种就是那个憎恨和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真正的出于内心的，就是没有任何掩饰，很大胆，很就是很暴露性的。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情景哈，我就觉得特别害怕。我收到信的时候，我马上就联系上了。真的，马上我没让你，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是谁。立刻我就脑袋里乱七八糟想，就是会有什么其他的联系，会有什么人告诉的什么人，会有我自己就是没有小心说出了什么东西让人家听到了或者怎么，那这个写信人怎么拿到这种信息，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就觉得就用这种信息可以沟通，我就一连串的问题。心里放着呗，心里有这事是吧，心里记着这事。对，那您觉得这事要是真的都过去的话还得需要多长时间？那消化了，得下一辈子，是吧？得下一辈子是吧，这辈子人解决不了这问题。这辈子肯定是解决不了。现在别有运动，现在有运动的话比原来我估计的还要厉害，你信吗？再来个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不是原来的文化大革命，你信不信？那您觉得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可能性大吗？我估计的比原来要厉害。随着越来越多的寻找，让我对毛泽东这个文革的发动者有着很多的不解。尽管官方对他已经有了3-7开的评价，但我仍然有一种想多多了解他的愿望。我动身去韶山，那个红太阳升起的地方。现在可以透过车窗往右手方看一看，右手方呢有一个水库，它是修建于1958年的冬天，是法国锋带领韶山的一批热血青年修建的。法国锋在湘潭扔六本书卷的时候呢，为韶山办了3件实事，一个是修建的这一个水库，第二个呢是咱们车行驶的这一条公路。你是本地人吗？我是本地人。就是你们先受过一些培训，然后到这儿来做讲解员。对，你就是韶山本地人，家就是本地人。对，你也姓毛吗？不好意思，我不姓毛。不姓毛有什么不好意思？很正常。我也不姓毛，他也不姓毛，我们都不姓毛。这每天大概能接受多少客人？因为故居的话现在还无法确定统计人数，因为他不买门票。是那个免费的。对，故居铜像都是免费的，所以人数无法统计下来。那你们对毛泽东有什么一点比较概括性的看法，能简单跟我说说？那毛泽东就是我们国家到现在就是有他呀，和其他的同伴一起创立到现在，就是他带领我们就是
中国人民啊，中华民族从走上了富裕啊，走上了推翻了三座大厦啊。嗯，是哪三座大厦？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还有，资本主义。怎么会有资本主义？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怎么会有？就是推翻了这个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啊，就是封建社会，官僚资本，官僚资本，好，毛主席亲不亲？亲。OK。我们大家都这样啊，都是这样面向毛主席，我们的站好。咱们呢，在团长的带领下，一起来给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三鞠躬，请大家听小红的口令：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鞠完躬以后，不要急着走，请入乡随俗，在主席向前双手合十许愿。都说这许愿呢是非常灵的，毛主席啊一定会保佑大家心想事成，一生平安的。跟我一起来喊口号啊，跟着，一、二，毛主席亲不亲？亲。这个多少钱？那个要380块钱。这么贵？嗯。那毛主席是最反对做生意的。做生意，谁不做生意啊？幸亏毛主席死得早一点，毛主席要还活着，非得让你给气死不够。你不要去算了。那不严的是什么严的嘛？现在严的不一样嘛，是不是？等一下，你可以好的等一下嘛。等一下。有加个凳子给你，加个小凳子给你10块，对，保佑平安万事。要的不一斤10块的，要的不一斤10块钱，小钱太贵了。从影涛的叙述中，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写的这封情书渐渐地清晰起来。在你收到我给你写信之前，你注意到过我吗？注意到过呀。注意到过是吗？你有什么感觉？就是你那时候就是穿着那个蓝色的那个毛 jack 那个中山服啊，叫啊，你老在那里扫楼道。每一次我看你哈，我是老是问我自己，我说这个人有什么背景，我说他怎么看上去那么与众不同。是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我肯定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多年来的路上生活，我已经经历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和是哪个房间？王太和。在哪边？从哪边？从哪边？王太和。王太和，在那边。在那边。嗯。啊，对不起。什么意思？那我忘了，在这边。在家。这楼有多少年了？接近100年了。100年，那是德国人建的。太和在70年代的时候，他帮了一个在街上要饭的孩子，叫什么？叫徐兴。
什么？叫徐兴。徐兴。北京来的，在青岛街上要饭。啊，太和帮助他了。这他现在好了。这事儿您知道吗？我应该知道。我看看他有照片，我看看孩子照片，我就知道了。这孩子是我。哦，是你啊。对。哎。笑啊，找我！哦，哎呀，有那么个印象。请进，请进。你还有印象吗？当然有印象。嗯？当然有印象。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有多少年了哈？哎呀，你好你好，我以为哈，我他妈活不到那么个岁数了，看不着你了。哎，请坐，请坐，请坐。那都好吗？哎呀，坐坐坐。哎呀，请坐，请坐，请坐。里边坐。30多年了。啊，将近30多年了。你还忘了吗？你背了个大背包，啊！我哪能忘？那会你瘦，你很瘦，很消瘦。坐吧。这事儿吧，一直在我心里边，一直没过去啊。哪能这事儿？啊！但我记得我幸亏我还混能活到这么个岁数，要活不到，我还真见不着你了，真见不到了。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个是吗？这个楼，啊，几门几号？哎呀，你记得。啊、哦，当然，我的朋友到北京去吧。我知道，我都知道。找过你、啊我，我都知道。不是没找过你，找过你我都知道。咱们本来就是萍水相逢，是吧？对。对不对？那困难的时期，那个动荡的时期，咱们这也是种缘分。是缘分。是一种缘分。我不图寻你什么，但是你起码你有个音信，对不对？起码得有个音信。大哥，30多年音讯回来了，有音讯，有音讯啊，就是很好，就是时间长了。那个，我有一阵子我看报纸也不看什么的，提到你的情况，提到你说你嘛，我呀，我给你写了一段话，大哥，啊，后来我流浪了很多地方，我慢慢的老了，但我仍在路上。因为路上有像你这样的人，所以路上永远吸引我。70年代的初期，我也是在这么一个沙滩上认识了徐鹏鹏。当时吧，就看着他吧，就是说风尘仆仆的，一个人坐在沙滩上，衣衫不整，戴了一顶破遮阳帽，背了一个大行囊包，两个眼哈老瞅着大海，也不知为什么，反正我们两个人哈就是。说起话来了，他好像是问到我吧，青岛港坐码头船到哪里去了？
哎，回想起来吧，人啊就是个缘分啊，对不对？一生一世草木一秋啊，过什么？过云的，过眼云烟，过眼什么云烟了？哎，没想到三十多年以后吧，曹好你还能记着我，对吧？有什么情况？有件事儿，大伙儿，这是三十多年前那天早晨发生的事儿，你不知道，我没告诉你。我记得当时你是不是有一块手表？啊，对。然后那个表啊，你就放在那个你家那小房桌上。后来你就很放心的拿着那个你的饭盒，铝饭盒，下去去买早点去了，去买吃的去了。后来我当时看着那块表，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拿着这块表就跑，就让那盒追得上我，追不上我，我跑到哪儿去？当时这块表能卖三百块钱吧？三百块钱能卖三百？对，在当时来啊，当时是很可观了。这事儿你不知道？不知道，是有那么块表。对了，所以呢，有点印象没有啊。青岛为什么对我来说很难忘？还有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拿起来放下，拿起来放下，我就盘算你走多远，到哪儿去买吃的。要是我马上拿着这块表就跑，你能不能找到我？我拿着块表到哪儿去？这事儿我三十多年来我一直没忘。那时候那思想斗争特别激烈，一块表对我来说吸引力太大了。而且这块表如果拿走或卖了，能保证我两个月在路上有吃有穿，对吧？有路费。现在告诉你了，泰和啊，你怎么想？那当然是你不对了。那我当时要是偷了这块表就跑了，你想象一下，三十几年前你会怎么办？不会，绝对不会想到你。我这你今天说了，我还真头次听说，很吃惊，很吃惊。我一考虑，总考虑吧，我是考虑那个，看你那么多书啊，我这是肯定知道哈，你是有过一定的哈，虽然是小吧，有过一定的家庭素养。我在社会上的游荡使我变得早熟，母亲梦想我可以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做一个规范的好孩子，但是我生活里这些她无从知道的事情粉碎了她的梦。从青岛回来以后不久，这封情书的故事正式开场了。我就感觉到就要一定要找个人去说，对，那自然而然就找到好朋友去了。我想就是当时年龄都不很大，而且他的那个父母也不在，有这样的事儿也是一件大事儿，对吧？我想也可能是第一次遇见吧。嗯嗯，所以他肯定要跟人说了。那跟谁说可能就是跟我说比较合适，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那个小姑娘哈，就把那个信看来看去看来看去，叽叽喳喳在一起讲了好半天。那我们当时的意见是，第一就是绝对不能告诉我父母，所以我们想来想去，我们需要一个成年人意见呀，成年人的 opinion 呀，想来想去，就是没有人呢，我们自然就想到我们的当时的班主任。他和一般的那个中学老师不一样嘛，他有很多那个社会的这种经验，而且他。给我们很多就不是当时那种主流的那些教育，就是说和官方或者什么吧不太一样的一些说法。所以你们比较信任他？对，我们觉得他就是我们的朋友，他就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人。就想来想去，他就是自然的首选呀，所以我们就好像没有什么犹豫，就把信交给他了。他当时的情况好像很无动于衷似的，我们两个小女孩都特别激动，特别那个觉得呀，这天下大事，天要塌下来的那个劲儿。可是他就好像很沉稳，很无动于衷，很麻木的那种感觉。这个老师其实为什么交给老师，我觉得也是出于一种信任吧，因为这个老师呢和其他的老师不太一样，他是
在五几年的时候，应该是我不知道是右派还是反正是有点右吧，嗯，就是在公安局工作就给下放了，哦，下放那个农场去劳动，一直在农场，可能一直到那个文革，就是我们是七二年以后，他才我不知道是叫平反还是叫什么，反正就是解决了那个问题吧，然后就重新分配工作，他就到那个中学来了。就是他是从公安局过来的呀，所以他也是一种职业本能，像这种情况出现，他第一个就是说一定要调查是谁。我记得他跟我们讲他对笔记了，他还对笔记，对，他是公安局的人啊。后来从毕业插队这个期间，你有的时候回忆起这个信吗？我当然呀，当然回想，当然回想。我其实已经觉得很内疚。那时候赵明勇告诉我们的时候，就说的后来他怎么对笔记，后来怎么找你谈，最后你怎么被抓到公安局去，告诉我们之后，他是用一种那种胜利的那种神态 ，victory 呀、yeah, ，we finally caught one， 就是我们把他抓住了。对了，他也是。人证物证这都在呀，但是在我心里实际上真是心如刀绞，我觉得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就觉得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觉得难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这么信任的人，这么信任的老师，居然他就会这样，好像能把这种我们这么这种信赖好像就变成一种就是出卖了一样，就是好像利用了一样，所以我就是这个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个事件以后吧，我就觉得不是跟他没有太亲近了，就跟他不是说的什么都讲了，就我一种戒心了，不太信任他，对，不太信任了，有一种戒心了。这封情书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出门上路突然变得没有那么容易了。尹涛已经毕业，离开了学校，不知所终。出于对他深深的失望，他被我彻底的从脑子里清除了。我在学校里熬过了最后的几年，熬到毕业，我如释重负，几乎是被动的来到了陕北大山里的这个地方，开始了我近三年的知青生活。啊，到那个办办就看见咱们那底下那狗了。哪个办办？这个办。我的乡亲们，我耕种过的土地，今天已经面目全非。当年我来到他们中间，进入了真实的生活。尽管他们也得例行公事，在劳动休息时，把出身地主的人叫出来批判上几句，但是这种批判看起来更像是在打闹。他们对我这种所谓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这儿，我曾经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两个人。我发现，在我救别人性命的同时，我也拯救了自己。徐新这个人，你给我给一个印象，这个人豪爽，而且就是。还能敢于，就是说舍身救人，在我们大口井了，捞上来一个我们北京广播站的一个职工。当时假如说不要这个的话，那他就是完蛋了。徐新在我们双寨生产队，五队，第五生产队，到我们队里边的跟群众关系搞得相当融洽。你看现在来，都来那么多的人，相当融洽。接触以后，你这个人懂了，我就发现咱上山劳动自己，骑摩轮，从上走驮着负，从回来走从上一骑，负上一倒，骑还不正正骑，倒倒骑，面是驴头朝前了，他面向后，就这么回。哎呀，满球，满球呀！哎，起来，这个不好。
别这么好，别这么好，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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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考试，不考试，考试会死啊！来来来，大家都注意啊！哎，我都看了。谁？坐坐坐，站起来！从治丹回来的路上，我顺便去看望了一个至今没有能回到北京的老知识青年杨泽芳。老杨，你有多长时间没回北京了？哎呀，也有好多年没回北京了。最后一次回是哪年？最后一次回北京照看是哪年？回北京，回北京是我近几年没回的，大约有七八年了。嗯，我这儿好，学校这儿我宿舍这儿有人，我就是早上现在在这上班也挺也没事干，就是早上把门给人开开，晚上把门一锁。他执意要带着我去看看他生活过的小村庄和他的岳父母。整个的过程中，他妻子一直不愿意面对我的镜头。娘娘，来，上来，上来，上来，这是我老岳父，坐在这里，这是我老岳父，这是我老岳父，干嘛？上来，上来，这是我北京来老乡。哦，来，上来，给他干靠，给。要上来吧，你咋喊嘞？没关系。我老岳父耳朵聋了，是岁数大，耳朵也聋了，听不清。三十多年了，他一直没放弃回到北京的努力，希望他可以如愿以偿。他似乎成了一个文革的遗留物，被文革遗忘了。他的个人记忆一定也会作为这个时代的某种标志，在某一天成为历史。这么多年，阿星真的，我就是这点，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我在文革中度过的十年大致就是这样，其实说不上是编年史，生活还在继续，那都将是另外的故事了。